这一次台电训练所的作品分成两个区啊 ，A 区跟 B 区。那我们这次除了我林顺龙以外呢，还有邀请两位日本的艺术家，一位是富永泰雄先生，另外一位是水内贵英先生。那我们这次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回游啊彩虹的故乡，那另外一件作品是上自然。台电训练所是在民国40年9月1日成立。当初是为了因应国家经济的发展来成立的。那我们是位在新店的北四溪跟南四溪的交汇口，那群山环抱，环境非常的优美。从成立以来呢，我们孕育了无数电业经营方面的专业人才。那我们是以止于至善作为我们一个精神指标，期待跟所有的台电人能够不断的共同学习成长。来这边有非常漂亮的风景，那也有很漂亮的溪流，有更漂亮的瀑布，当然也有非常美丽的原住民的部落啊，泰雅族。那这边在在就是我们的创作的元素。那我们台电训练所在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里面，它的一个独特性，如何将台电的一个精神跟自然跟原住民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是这次创作的主题。所有的台电的新进同仁进到电力公司之后呢，一定要在训练所接受训练以后再分配到各单位去工作，所以训练所等于是所有台电人的故乡。那这一次 A 案，我们台湾艺术家林顺龙老师跟水内贵英老师合作的回游彩虹的故乡，就是结合我们所训止于至善跟乌来原住民的以彩虹是最完美的象征结合，代表我们的学习要永无止境，尽善尽美。那另外所有的台电人回到训练所再受训，就好像是回游的鱼再回到故乡一样，再次的充电，再次的给予能源能量，让他们能够回去在工作岗位上再发挥。我们从台电训练所的外墙开始，有非常多的鱼群回游到我们训练所的门口。那在门口这边呢，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球体，那球体也能够镜像周遭的一个环境，那代表跟环境一个融合。那鱼群在这边集结以后呢，再一起回游进来训练所里面。那在我们训练所的里面这边，我制作了一个水池。那水池有12根用折纹石所架构的石柱，那12代表一个循环，代表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那12根石柱的下方都有我们泰雅族的图腾，然后从祖灵的庇护、移动到山的意象、水的意象等等的，在我们的12根石柱里面呈现出来。当水落下的时候呢，那些图腾就慢慢的消失，当石柱慢慢干的以后，那图腾又慢慢的显现出来，按照它的一个水的一个湿跟干的一个状况，让我们图腾或隐或现这样子。那还有我们的水池的下方也有鱼群这样子的一个环绕。训练所进来的一个绿荫带里面，我们放的5颗很大的石头，那些石头串联出一个水流的意象，然后到止于至善的我们的台电的这样一个精神象征的一个石头的后方，我们在这边创造了一个圆形的一个场域，让我们的台电的能量跟我们的原住民的一个宇宙跟生命的一个观点能够结合在一起。我们这边放了一个石板，这个石盘呢是用泰雅族语描写的，说我们不要宿敌，要和平相处在这片土地上，这样子的一个原住民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自然的一个关怀，跟我们台电节能省碳的一个政策，能够很贴切的、完美的结合在这样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场域里面。虹をまあいろんなところで作ることで、その場所にあるいろんなもの、人間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自然とか、それからまあ動物とか、そこにあるいろんなもの、すべてのものを祝福する、そういうような、やっぱ一番僕が嬉しかったのは、ここに来たら見えるよ、いろんな人がこういろんな人にこう声をかけて、で知らない人にこっち来てみたいと言って
あのみんなでこう集まってよく見えるところにいる。でやっぱりそのそういうこう何か幸せな雰囲気っていうものが作り出すこう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みたいなものっていうのがささやかにある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こうなんかこう素敵な風景に見えて、僕はそれが一番嬉しかった。这个往内这样子好不好？嗯，安全网。エネルギーの循環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んかカタツムリみたいに見え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あれは、エネルギーを貯めるというか作る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まあモーターのようなまあ植物が成長するときにこう。生える芽のようななんかエネルギーをた、ま、貯めてるという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なんです。傅勇老师，他利用台湾的大理石，像马赛克及湿壁画，并且夜间用以人类的这种呼吸的这种灯光，自然的呈现，表示我们跟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所以会使得我们训练所来的人看到他的这个公共艺术的话。
会以一种比较单纯沉静的心理去思考说我们跟大自然界怎么去和平相处。公共艺术的民众参与，除了在我们训练所举办以外，我们还推广到邻近的龟山国小还有曲池国小。那我们的内容包括生态的讲座，还有发电游乐园以及马赛克拼贴的创作。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去体会说，其实这个艺术的美跟艺术的创作，还有在发电游乐园当中可以让他们了解说
发电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珍惜能源，那也让他们了解说台电对生态的一个用心，对能源的一个珍惜。挖料的话，声音会比较清楚，比较亮。蛇，还有那个青蛙都会躲在里面。这么小，吓到他了啦！我在想，thank you.
贵宾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这次的公共艺术作品。这边是我们的我跟我们去会有些感觉是不多久的，直接秘密都说出来了。那本次啊，在本公司系列所设置的这个回游彩虹的故乡跟上自然两项系列作品啊，则是希望能够唤起人类在文明发展的同时啊，能够爱护周遭环境，尊重自然生态，跟自然共生共存，这是我们主要的理念跟诉求。本公司啊，未来对这个公共艺术的规划，将以透过艺术创作啊，来结合电力设施、自然环境、当地文化、电力科技跟节能环保来作为主要的一个规划的方向，并希望啊能够透过设置公共艺术的民众参与的这个活动啊，来跟社区的民众来互动啊，利用这个机会啊，能够推广公民美学跟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那本公司啊，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啊，能够在本公司的总管理处啊，也就是企业总部啊，能够设置大型的一个艺术作品，来营造艺术的气息，并且点亮台电的一个企业形象。